诸位同学，请接着看如来赞叹大威光菩萨偈颂的第七首：如意入我菩提恨，谢是本寺方便海，如我修行所尽智，如是妙恨如戒悟。这往下的四首偈是赞叹他行佛之因，当然古镇一样如佛啊，所以清凉大师在这个地方，科判里头用的是行其佛印，当如佛证。这四个字好啊，其就是我们今天的话，向佛看齐，佛怎么样做我也怎么样做啊，你看佛怎么样修因，我只要跟佛一样的因行，将来的果证当然同佛啊，跟佛一样啊。所以这时候这个偈字四首偈不多，里面的含义太丰富了啊。那么从佛初发心修行一直到正果，弘法利生全都包括在其中啊，确实这样的文字中国人所讲的言简意赅啊，言语简单明了啊，意思具足圆满，一丝毫欠缺都没有啊。第一句说得好啊，如以若我菩提恨啊，你看看是以如啊，如这是文言，现在的话就是你呀啊，这是佛对大威光菩萨的称呼啊，你已经入我菩提恨啊，这个行念去声当动词用啊，如果我们是菩提行，那这是名词啊，念菩提恨呢动词啊，这个字是说我们生活行为，生活行为那是太多太复杂了，说不尽啊。那么佛有善巧，把无量无边的行为归纳为三大类啊，总不出身语意啊，这叫三业啊。身呢包括你所有的动作，这是身的行为啊，语是言语啊，意是起心动念啊，
我们今天讲的思想见解，啊，思想见解是义的行为。六道凡夫的生于义，是迷惑颠倒啊，所以是造业。啊，六道众生呢，这个三业行为呀，是造业。业又分三类：善业、恶业、无忌业。啊，这个无忌就说不上善恶。身于意造作，总不出这三个范围呀。但是六道凡夫这三种业是混杂的啊，不可能有一个人啊一生当中啊纯善无恶啊，这找不到啊，也不可能呢这个人一生当中啊专造恶业啊，有恶无善也找不到的啊，只能够说啊，或是善多恶少，或是恶多善少，善恶混杂了啊。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晓得这个六道众生啊，在六道里面受生。他所享受的富贵贫通，个个不相同，这是有原因的。啊，佛家的术语叫做业报。业报里面又有共业，有别业。啊，共业是大家造作有相似的业。啊，那个果报呢，就变成了灾难、劫难啊，天灾人祸。人祸是指的战争啊，啊，天灾，我们讲天然灾害啊，啊，水灾、旱灾、风灾、地震，啊，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，啊，这一类的灾害，使众生。共业所感。现在我们对于这句话，我们可以很肯定的信守啊，我们没有怀疑了啊，绝对不是说这一些灾害哦，这是天然的自然灾害啊，跟人类没有关系，这个想法错误，还是佛在经上讲的有道理。啊，我们这一次从日本的科学家经过89年的研究，啊，他们研究水，啊，水的这个结晶，从这个地方发现水有灵性，啊，居然他能看、能听、能懂人的意思，啊，他看到善的、听到善的，人有善意发出来。他的结晶就变得非常好
啊，非常美好。啊，如果他看的是不善的，听的是不善的，他感受啊，人给他的这个意念呢，也是不善的，他的结境就很坏。啊，在显微镜之下看到他就很凄惨、悲观的那个现象。从这个实验，我们就肯定佛讲的话有道理。啊，天然灾害啊，是诸共业所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大家给大自然的这个讯息都是不善的。啊，大自然接受我们的讯息，啊，他所看到的是不善，他所听到的是不善，他所收到的讯息不善，都是造作无逆十恶啊，所以自然给我们的回报就不善了。啊，为什么极乐世界没有这些灾难呢？啊，华藏世界没这些灾难呢？诸佛净土也没有这些灾难呢？我们明白了。啊，诸佛净土里面所住的人，因为天天接受如来的教诲啊，每一个人心善、语善、行善，所以这个大自然呢，所收到的资讯呢，他看到是善，听到是善，收到资讯也是善，所以变现出来的界境啊，都是完美的。善的结晶，哪里会有灾害呢？啊，我们从这一点点的报告，我们会把佛经里面所讲的这个一切感应道教的事实真相啊，理论依据啊，明了了。啊，今天我们这个地球上有灾难了，有大灾难了，科学家也呼吁啊，我们的心念，心念可以改变地球的自然环境。啊，这些话我在讲经很多年以前我就讲到了。啊，我讲的呢只是经典里面的道理啊所说的，没有科学印证的。啊，那个时候世界各地政府呼吁人民要重视环保。啊，我曾经说过，这些各地政府呼吁能不能把环保做好呢？我摇头啊，不可能啊。为什么呢？佛在经上讲，医报随着正报转了，自然环境是医报啊，医报决定受正报的影响，这是佛经上常讲的。
正报是正报是人心啊，自然环境染污了，你在这个上面想尽方法去改善，你要懂得染污的根源是思想的染污，精神的染污，心理的染污，你要不能把这些染污改善过来，净化你的精神，净化你的思想，净化你的见解，这是从根本上治疗啊。外面这个环境染污啊，随之就清净了。我讲这个话讲了多少遍了？许多地方讲经的时候，讲到自然环境啊，我都在这里劝导大家。那么现在这日本科学家证明了，他们在实验水，有灵知，它不是死的，它有感应，那么佛告诉我们，不仅仅是水。所有一切万物，包括虚空，虚空也是因心成体啊。心是什么呢？心就是灵明觉知，灵明觉知是遍虚空法界，灵明觉知现一切色相。为一切色相之本体，所以他所现的这些色相也有知觉，所以不但水有知觉，佛讲大是讲世界星球有知觉，小讲微尘，今天科学家讲的原子电子粒子它有知觉，它跟水一样，也能看能听能感受人类的意念，这个善恶的意思他能感受，他感受啊，随之他就看产生变化，所以人心到纯净纯善的时候，泥沙瓦砾它产生变化了，变成最好的接近了，最好的接近就是珍宝西方极乐世界琉璃是大地黄金是铺路的，所有物质变成珍宝。那么人心不善的时候呢，所有物质就变成了泥沙石块它是随心变的所以中国古书上有记载，说古时候人心厚道，风俗淳朴这个金银七宝很多，现在人心不善呢，这东西都没有了这东西在哪里呢？现在它变成泥沙石块了吧，它变质了吗？大乘经上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境随心转就是这么个道理因此觉悟人
大威光菩萨觉悟了，彻底觉悟了，所以他的思想、他的见解、他的言行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，叫菩提恨呐。啊，菩提，这是梵语音译的。啊，它的意思觉悟。啊，这个地方的我。是佛陀自称，啊，佛陀的生于一三月，在这个三业，究竟圆满的彻悟，没有丝毫迷惑。啊，我们要套这个《十善业道经》上话来说，啊，没有丝毫迷这个迷惑夹杂，它是究竟圆满的大觉，啊，大威光菩萨已经起入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心是佛心，语是佛语，行是佛行。啊，这个经里头所介绍的、所说明的，大威光菩萨成佛了，啊，以后成佛，这个佛就是毗卢遮那如来。我们这次这个现在讲的毗卢遮那品啊，啊，大威光是毗卢遮那的前身呢，啊，也是生生世世修行的，啊，我们在这里看到他的圆满，啊，现世本是方便海。其实往昔啊，过去生生世世，啊，菩萨所学、所修、所教，啊，所化。种种善巧方便无量无边啊，那么这就是说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，生生世世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哪一道，菩萨是这个十法界哪一个法界他都去啊，他都在那里修行啊，都在那里教化众生啊，他什么都知道啊。啊，如果不亲自到那个地方去，你怎么会晓得呢？啊，所以他有圆满的厚德智，无所不知啊！他有大能呢，无所不能啊！他有相好，他的相好啊，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，千变万化。无论变化成
三途卧道啊，那个形象跟三途卧道没有两样，他的心地依旧能保持纯净，一尘不染，一丝毫不迷。这才能普度众生啊！如果修行所禁制啊，这都是佛陀说明自己生生世世从初发心修成无上正等正觉，佛给一个修行人做圆满的榜样啊！证得究竟佛果之后了，那怎么样呢？还要从头表演起，永远不间断的在表演。为什么呢？帮助希求觉悟，现在还没有觉悟的人呢，帮助他们呢。这就是大乘佛法里常说的，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，游戏神通。就像是演戏一样，演得非常逼真，让你一丝毫都没有感觉得出来，哦，他是在演戏。释迦牟尼佛啊，这一次到我们这个世间来，事先成佛。八相成道啊，在《梵王经》里面，他老人家跟我们说出这个事实真相，是第八千次来表演啊。那么我们晓得，释迦牟尼佛久远界就成佛了，就证得圆满的佛果了。他到这个世间，这个世间人跟他有缘吗？啊，他来表演吗？什么时候哪一批人缘成熟了，他又来事先八相正道。啊，缘没有成熟呢，随类化身，帮助你成熟啊。你真正要是成熟的时候，佛就用八相成道这个方式来表演给你看。啊，就像农夫种植果木一样。啊，种许许多多的果木啊，这个水果啊，桃李杏啊这一类啊，完全成熟了，这个农户就采它了，那就好像是八相成道啊。啊，推了车
去采这个果实了，啊，收成。当他没有成熟的时候，这个农夫天天要去巡视，天天去看呢，天天去照顾啊。啊，这个天天去照顾呢，就好比佛对一切没有成熟的众生，随类化身，时时刻刻帮助他成熟。啊，真正成熟，应以佛身而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。现佛身是成熟了。啊，所以没成熟的时候，现菩萨身，现声闻身。现长者居士身，现童男童女身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三十二应，啊，华严经末后五十三参，大家就知道了。啊，所有一切的是心，啊，应化。就是这一句里头所说的，如我修行所尽止啊。啊，这个地方我们着重在这个尽字啊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一切行为造作当中，我们修行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大乘经教里面所讲的觉真境，这是标准。那经上为什么不用如我修行所觉知啊？如我修行所净所正知，他为什么用净？觉真净三个为什么用净？这一个字不是随便用的，娑婆世界的众生，特别是佛灭度之后末法一万年了，啊，这一万年众生的根性与净缘非常深啊。啊，与净土的缘非常深了。啊，净土怎么个修法呢？心净则佛土净。啊，所以世尊在大集经里面等于说是为娑婆世界一切众生呢总受记。他讲了三句话：正法时期戒律成就，相法时期禅定成就，末法时期净土成就。啊，你看《华严经》最后戒归在净土，用意很深啊。觉真经是一法，一二三，三二一啊！啊，究竟从哪一法起入呢？
完全看众生的根性。娑婆世界末法时期，一切众生啊，修这修正不容易啊。修觉，没有这个天分；学正呢，没有这个缘分。这才讲修静呢。觉要上根立志，我们不是上根立志，所以没有天分呐。修正呢，正就是经教啊，没有好老师来教啊，没有好的同学在一起学啊，切磋琢磨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学习的机缘遇不到，所以说没有缘分呢。那么见呢，是在讲缺少这两种，没有这个天分，没有缘分，也能成功。他成功的条件，真心、切愿、老实念佛，这就行啊。所以进门广大了，收集最多，这个佛祖常讲啊，三根普被啊，立等全收，这一点都不错啊。你看这个印光法师常常教导我们的啊，贤士尽忠之书生，特别是在末法时期啊。因此我们真正修净土啊，决定不可以疏忽修清净心啊，一定要记住心经在途径啊，我们将来往生不但没有障碍啊，品位提升了啊。西方极乐世界往生那个品位不是阿弥陀佛给你的啊，与阿弥陀佛不相干的，是你自己清净心的程度之所感应的。你的心越清净，品位就越高啊。四徒三辈九品呢，决定在你的清净心，清净心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呀，现在就知道珍惜现前宝贵的光阴啊，现前修学的环境啊，环境没有好坏呀，顺境逆境都可以修啊。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呀？我跟同学们说的很多啊，除逆境，随恶缘，无嗔恚，业障尽消啊。你们知不知道？你们肯不肯做呢？
如果你要是遇到逆境，遇到恶缘，心里生嗔恚，你的业障全现了，那不是消业障了，你的业障在增长，你的麻烦大了啊！所以会的人，哎，逆境恶缘好修行呐。翻过来，你处顺境，随善缘，哦，环境非常美好。我们今天生活在此地，顺境呐。啊，大家在这个地方修学，啊，学习，什么都不要你操心啊。生活过得很好啊。遇到都是善人啊，在这个种环境里面决定没有贪心啊，贪图享受啊，贪图具有啊，那就愚痴了。所以无贪痴啊，无痴是什么？对这个环境绝对没有一丝毫留恋你的福报全现了。如果在这个境界里头你起了贪心，你有留恋，你的业障又显现了。啊，那么在这个里面，诸位你就要了解，顺境逆境里面，我们真正能够觉悟到断贪嗔痴，这就是净智啊。佛菩萨聪明，他了解，他在十法界里头，啊，三恶道里面不起嗔恚，啊，三善道里面没有贪痴，啊，这个是。简单具体啊，明了跟诸位说出佛是怎么修的啊，你要知道离开了一切人事物你到哪里修啊，天天就读经，天天去念佛，纸上谈兵啊。那是理论啊，没有通过事实啊。理论跟事实不能结合啊，你不能开悟啊。换一句话说呢，你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啊，不能脱离六道轮回，这一生呢？能保持这个样子不错了，来生能不能保持呢？难了。为什么？一个转世啊，这当中有各因之谜，前世所修学的忘掉了，那么你看你来生的缘分呢？你来生的时候能不能的人生，能不能遇到佛法，能不能遇到善知识，能不能遇到同参道友，难呢，比什么都难呢。
这种缘分呢，这佛经上常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。所以一世人生呢，麻烦大了。你真正了解事实真相，才知道这一生的人生的可贵。遇到这么好的机缘，这一生当中决定要成就，其他的鸡毛蒜皮小事啊，不值得放在心上啊！一定要净化心性，要走纯净纯善的道路，纵然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徒下下品往生成功了，大功告成啊，能够懂得这些道理事实真相，提升自己境界，那是绝顶聪明智慧的人我们对这桩事情不能不留意啊。幕后这一句如是妙行如见悟啊，佛的妙行呢，微光菩萨彻底悟入了，通通都明了了。怎么明了呢？他做到了。信解行证呢，微光菩萨也证入了。这叫真的学佛。那我们看看现在佛教徒当中，这从前李炳南老居士跟我讲的啊，99%以上啊，不是以下的，搞什么呢？搞佛学，不是在学佛啊，天天诵经念佛研教。表面上看到好像很精进，很像那么回事情，实际上呢，他心里所想的，口里所说的，他所做的，全不是佛教啊！这句话要懂得，全不是佛教你做的，佛没教你这个想法，没有教你这么说。没有教你怎么做，你居然还是照样。换句话说，随顺自己无始界以来的烦恼习气。心里面还是自私自利，还是贪嗔痴慢。还是功高我慢嫉妒。这还是搞这个。所以这不是佛教啊，佛没有教你这个。佛教你断食恶修十善，结果你搞的呢还是造食恶，还是忽略了十善。所以李老师说，大家搞的是佛学啊。不是学佛啊，我们在此地看到大威光菩萨，他真的是学佛，学得很像啊。他不是搞佛学啊。我们在此地读这首记。最重要的要学大威光菩萨
当然我们没有他那么大的善根，那么大的福德，我们今天是起步，他是快圆满了啊，得如来这样的称赞。我们初学最重要的要觉悟，要明理，要明白事实真相，那么这些都要靠学习经教啊。你要不学习经教，你怎么会懂这个道理？你怎么会了解事实真相？啊，你怎么知道要放弃自己的烦恼习气、种种成见？啊，要随顺佛陀的教诲，你不知道啊。我们这一生呢，真的是大幸大幸啊，无比的幸运啊，能够50年不离开经本啊，天天在接受经本的熏习啊，我们的成绩呢，越学越欢喜啊，所以我才真正体会到，真正懂得孔老夫子在《论语》第一句话所讲的“学而时习之”。不亦乐乎啊，他这几句话我真懂啊。50年的学习彻底明白他老人家说这个话那一种的心情。佛经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。孔老夫子的真实义我才懂得。这句话会念的人太多了，不懂。他如果真懂，他会有个懂的样子，我们能觉察到，什么样子呢？好学，学习是他人生当中最大的快乐。他可以不要吃饭，可以不要睡觉，可以舍弃世间一切万事万物，这个学他不会舍弃，就是夫子也在《论语》里头说的，无常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一思无疑，不如学也。好学是圣人呐，好学是世间、世出世间第一等的大善事，没有比这个更善了。你学成了，自然就产生影响，身教的形象不一样啊。现在人讲的是磁场不一样啊，中国人讲的是你的气氛不一样啊。佛法讲的是你放光啊，遍照世间啊，世间人跟你接触就能生善心。
恶人见到你了，嘿，他的恶念就没有了，他能生起善念，有这么大感召的力量，这个力量我们现在相信啊，在日本人在这个实验里实验出来了啊，你的心真诚纯净，能够把恶人他见到你，他整个是身心起变化，他恶念暂时放下，善念升起，他离开你，那个善念还能保持一段时期，大概过了两三天呢就没有了，那恶念又会升起来啊。所以常常亲近善人，你能保持那个善念呢不灭，有道理啊。我们常常读佛经，不离开佛经，天天亲近佛菩萨，保持净善，纯净纯善，不失掉啊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。